欢迎参加由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组织的瑜伽公益免费活动。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营利公益组织，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原湖南师范学院钢琴副教授南喜来为大家做瑜伽的公益教学活动。南喜老师的钢琴课啊，丰富多彩，我一直在上，相信在座的各位好多也都跟着在上课，讲的呀，那是一个丰富多彩。但是您知道吗？南喜老师呢，他还是个瑜伽高手呢，他已经具有10多年的瑜伽教学经验了。好了，我就不多占用大家时间，让我们专注呼吸，关注本我，静心瑜伽现在开始。有请南喜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啊，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对所有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时间段，因为今天呢这个时间是马上我们就用半节课的时间呢来复习我们之前教过的这个瑜伽的课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是因为要表，就是说要表演这个我们加拿大华人使服务中心的这个圣诞晚会，我们云间的圣诞晚会，也欢迎大家呢，多多参与，多多转发，多多的发扬光大。我们在座的今天来的小伙伴，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上线哦。不管你是新的还是老的，我相信大家今天来了呢，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我们的这个表演和录制，因为今天我们前面半节课呢，用十几分钟来把今天的主要的节目是什么？是大鱼。我今天要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那么这几个简单动作在我前面的几节课了，前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就每天反复的在做这些课，我刚才呢已经把它做成了一个文件，放到了我们的几个群里面，如果大家有的话呢就看一下群里，我刚刚发了一个通知，就是 Nancy 老师给大家说大鱼里面用的几个动作。这次呢我们只是简单因为时间的原因，而且复杂了大家也记不住，所以呢我就想呢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就是说简单的先复习一下动作，然后我们来配音乐，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音乐。我不知道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没有，服装怎么样大家如果现在正在线上的话，请大家做好准备，因为是圣诞，你看我穿的就是红色的和白色的，我特意就是准备了红色白色这样的一个颜色，是为了大家能够方便录制啊。我现在想，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星期一啊，我现在看一下大家上线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解啊，我们上线的情况。好，我们试一下哦，看一下怎么回事，我现在有多少人上线了，我们看看啊。好，等一下，哎，我怎么看不到我自己了啊？南飞燕姐姐来了，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的人还不是很多啊，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把其他的小伙伴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边我在边调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在线上跟我交流一下。我们的总共呢用了7组的动作。我发给大家的是第一组是颈部的，我先讲解一下啊，大家可能有一点印象。这次的录制节目用的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动画片，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获奖的我们国产的一个动画片啊，特别好，特别感人的一个动画片。它是集传统的这个古典音乐和我们的一些理念现代技术做了一个，那么这个音乐呢非常美非常美，所以我就把它
放在我们这次的汇报演出，把我们的瑜伽的动作串起来，用了一个禅韵啊，我们是瑜伽是有禅的这个理念的，我们有哲学理念在里面，然后把动作呢伸展一下，其实好简单，我就是不敢做太难的或者是太复杂的，我怕大家都记不住，所以我现在呢，我们现在先来，看我啊，跟大家来一起把这个动作做一遍，好吧？然后我就开始，这个放。啊，放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放我们这个瑜伽的这个动作。待会放动作的时候呢，我现在把这个动作呢，传给那个金刚老师，好吧？金刚老师，待会你们在吗？我不知道谁，金刚老师在啊。我把这个待会呢，我把动作分解完了之后，麻烦您可以放屏幕分享给，就是让大家带着这个一起做也行，好吧？我先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动作的音乐是真的很美，很为美。啥老师呢是横的这样？你我们看看到到我是，你看到我是横的还是竖的？横的，就是这个，你的头在右边，啊，我的头，那你是你不的，是是在你上的，边，是我的问是题还我是的别问人的题问题？吗？我觉得是你们的我们摄看像得头，到正常，是啊，就吧？我们是看得对正常你们的，的手机对。有问题，你们的手机有问题。对呀，我看的也正常。对，你 Nancy 们的老手师的机，是竖屏啊，我看到的是竖屏。对的，对的，对的。我用的竖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录制的节目啊，我今天看到了南飞姐穿的大红色特别漂亮，特别美。还戴个圣诞老人帽。对的，对的，对的。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动作走一遍，或者是说大家先看一边看边欣赏一遍，也可以边复习一下哈。那我现在先把它发给金刚老师，金刚老师能不能帮我放一下，好吧？你看能不能够你给我发到哪儿？发到微信里还是发到计算机？我给你发微信吧，好不好？可以吧？发到微信，我再转一下，转到计算机里才能发。好，我给你发了。我给你发了，我是放在了视频号里面啊。好，那么你准备一下怎么帮我们放，因为是带音乐的，你放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欣赏，边欣赏边带着走。那在做的时候，我先把这个分解动作做一遍。这一组动作呢，我总共是用了6组，其实就是我们把平时做的那几个串起来啊。第一步，来，请大家跟我做好。若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用你最简单的坐姿。每个人都用自己喜欢的姿势坐好。哎，对，每个人都用自己简单的姿势坐好啊。对，你看，你可以用最简单的做法，也可以用什么，也可以用这个你自己觉得单腿的莲花式啊，什么 anyway，就是你最舒服、最舒服、最容易做的坐姿。因为这次动作我不想呢变得很难很难，也不想是超越我们上课之外的动作，所以只是把我们平时动作加起来啊，我们把它来分解做一遍，请大家跟着我，待会儿我们就跟音乐来。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大鱼表演完毕哈，我们最后要做最后的大概用10分钟的时间，这个小曲子才2分多钟，所以最后十几分我们来录好吧？那我们来现在来做第一步呢，是坐好。那前面的手型呢？对，哎，对啦，最重要的是要漂亮的亮相哦，大家注意一下，挺胸，把背，把你的颈根向上拉，这些都要做好，因为待会儿金刚老师帮我们录制的时候，那个屏幕画面感不强的话呢，就不好看了啊，大家要想想，你的脑子里要想想我们的屏幕的这个画面感要比较好。好，手，你看这个地方，我看到有。我看不清楚啊，我因为手机特别小，看不清是哪位姐姐啊，她们的手这个地方不直，拍出来不好看。手伸直，好吧，手要伸直，好不好啊？好，第一组啊，我们来想想看，一开始有个小小的过门，前面有一点小音乐，小音乐，那么这个小音乐呢是不动的，过门不动，然后它有一段就开始，主题音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吸气。慢慢的伸展你的双肩，一，对，好，呼气，慢慢的下来，好，我们平时没有这样子来一次，我们这个曲子是有上下来一次，好，慢慢伸展上去，对，大概2次啊，我们再来一次，好吧，好，你就记住大概的顺序就好了，好，
第三次我们就升上去了啊。我们把这个，因为现在没有音乐，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我把顺序走一遍。来，这个是我们大家平时学过的哈，两手向上伸展。对，两手向上伸展。好，接着呢，吸一次气，把你的颈根向后仰，这跟平时一模一样，都有的。啊，好，我们再来吸气，颈根拉起，呼气，下巴去找你的锁骨，这一组完全都用了啊，完全都用了。好，再次吸气，抬起颈根，拉起来。好，准备好，主题音乐正式开始的时候，两个手合起来，亲爱的姐姐们，啊，我们这个里面，对，我们的小伙伴们啊，哥哥姐姐都有哈。那我们合起来之后，下一组动作是向左延伸，还记得吗？尽量向左延伸，向左，第一次是向左，左侧。好，拉起来，向右。好，再拉起来，对的，两手打开肩宽的距离，呼气绕肩向后，呼气绕肩向后，慢慢的放下来。好，这就是第一组啊，记住我们的第一组顺序，大家脑子里有个概念，用一组一组一组的来记忆呢，能帮助你来学习。第一组叫肩颈组合，大家记住了啊，肩颈组合是我们平时经常用的。我再说一遍，大家再来一遍啊，记住我这次连起来，一，下气，呼气的放下来，二。啊，肩不动啊，肩不动。好，第三，再吸气就向上，在你的头顶会合，夹紧，挺胸，然后呼气的时候仰仰向后仰，拉长你的颈部，吸气，抬起颈根，带动头回到中间。那谢老师，你这个文件的话，那个计算机里不支持不支持啊，啊。那我是那我要是我用的是电脑，所以不支持，好像也是横的，这个头在右边。那所以我的发话，觉，你那个音乐的话，只能在你的手机里头放。好吧，我明白了嗯，哈。待好会的。儿，那你可以在你的音乐里，就是我想给大家看我放录好的给大家看。好吧，没关转不系。到计算机里头去，它不支持。OK，那你用就是不能用计算机线耳吗？就是用手机不可以，对吗？手机的话，我看看啊，我还从来没用手机放过。好，你试一下。我们现在在分解动作，没关系，你再看一下。好，好的，好来的。啊，好，来，我们现在啊，来向下，颈椎向下，下巴去找锁骨，来吸气，拉起你的颈根，向左延伸。吸气，拉起，呼气，向右延伸。好，拉起，放松，打开。好，第一组记住了啊，叫肩颈动作。第一组非常容易，肩颈动作。好吧，好，第二组做好准备，我们学第二组，总共2分钟，2分43秒的这个曲子呢，就是说这个曲子我就是用了2分43秒啊，太长了的就大家可能也记不住。好，那么第二组啊，记住，我们就按我现在教的这个顺序，待会儿那个曲子就是这个顺序，就是这个顺序。第一组再强调一遍，第一组肩颈组合，第二组。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脚怎么样？
说回来，对，报七，先报七，对，好，吸气，双肩打开，双手撑在你的后面，用力蹬直双腿，保持挺胸，对啊，准备好了啊，对，抱膝啊，我们抱腿抱膝，伸直抱膝，准备好了吗？第二组很容易，好，第三组准备好了啊，双手撑住地板，你看，双手撑住地板，对吧？对，好，这个也是我教过大家的啊，来，胸部向上挺一次，吸气向上推啊。注意你在挺胸的时候啊，这个手要放在你的腰后面去才会有效果哈。来，挺胸，好，顺序呼气，把你的颈和头向后仰，向后仰，哎，对了，好，接着来，做好准备，双腿夹紧向上抬，三二一，呼气，双腿放松下来，慢慢的将头颈胸拉起来，好，撑起来，对，好，撑起来哈，撑起来了没有？好，我们抱膝，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做好准备，好，这个手打开，看到没有？撑住左侧，还是用外面这个膝，用外面这个膝关节撑住地板，你看，打开，向后伸展，对，向后伸展，记住了啊，向后伸展，注意你的颈部和头部也向后伸展，嗯，好，来，呼气，我们坐下来，对，坐下来，我们再抱膝一次，很容易的啊，来，这是第二个组合，大家记住了吗？第二个组合是，我把这个顺序，第二个组合是伸腿挺胸啊，仰头抬腿放松，起身侧身拉起，向后伸展，好，我们坐下来，抱膝，啊，大家记住了，第二组合是什么？抱膝抬腿挺胸，这个叫什么？半鱼式，就是像鱼一样的挺起来啊，这是第二组，我教了两遍，大家这个脑子里有点印象了啊，第二组了吧？好，第三组，来，我们准备，还记得吗？左腿向前迈，右腿穿过去，这叫什么？还记得吗？对，牛面式，就翘二郎腿，翘二郎腿啊，牛面式，牛面式。好，来，吸气，右手向上伸，对，呼气，弯曲小臂，左手由前向后绕360度，在你的背后交叉，呼气，来，慢慢的放松，再吸气，拉起来，好，伸直，对，打开，放松，好，记住了，这一组，这一组很容易啊，叫单边的，我没有做另外一边，只做了一边，整个曲子里，这次这个大鱼的编排里面我就用了一边，平时我们做瑜伽是这边做完做那边，记住，只有一边，只有一边啊，这一组叫什么？第三组单边牛面式抱膝啊，我们最后抱膝，好，记住了，这个牛面式我就不再重复了，这个就一个，打开，很容易的，
好，下面第四组，第四组是什么呢？叫猫式伸展加顶峰。好，我们这一组有点难，有点辛苦啊。下一组大家来，我们先准备好，来把脚打开，准备好半蹲，看到没有？对，好，两个手保持肩宽的距离，双膝并拢，右腿向后蹬直，好了吗？好，来准备抬你的右腿，先保持一个平衡，将你的颈根向前看，头不要低下来啊，向前看。好，下一组做好准备，将两个肘关节弯曲，你看，像这样放在地上，同时将你的头顶心对着地板。好，用力的提臀，将你的腿向上抬到最高点，提臀，用力用力。好，腿不要掉，将头部抬起，同时将两手伸直，臀腰不动，向上抬，将颈根向上带。好，呼气，把你的腿放松，收回，看到了吗？哎，现在是转一个完整的猫式，来，跟着我一起用力啊，用力将两个小腿肚夹紧。来，这个夹紧这个动作呢，是颈部，看我的颈部啊，这个叫颈，不是头，这个叫头，颈是这个位置啊，颈跟小腿同时向上提，看我做啊，来，起。再来一次，把你的腰要沉下去啊，注意你的腰很重要，这个腰不要，你看我的背不要这样拱起来，一定要把你的背压下去，腰压下去，臀部翘起来，看到没有？像猫趴在这里。好，这个是慢动作。好，我们这个动作完整的来一次，连起来，你们先看我做，然后再 follow 一遍。来，慢慢的，我做个慢动作，下腰，腰压下去，翘臀，颈根跟小腿都同时向上提。好，好的，好，接着呢，脚尖点住，脚尖点住，做好一个准备哦，来，用力的，蹬直你的双腿，蹬直，用力蹬直，好，呼气的时候压肩压胸，头向下。对，要让你的后背成一个平面啊。那么新学员可以把你的脚尖点，脚后跟点到极致，抬到最高，脚后跟颠起来，目的是让你的肩背啊压到最低点。对，好吗？好，呼气，来，抬头，弯曲膝关节，来，再来翘臀一次，提。好，我们休息一下啊，来坐下来。可能这一组呢是我们平时没有练的哈，这是一组新一点的，休息一次。这一组是这次流程里面最难的一组哈，最难的一组，总共就是那么四五组动作哈。休息一下，跟着我啊，来坐好，吸气，呼气。好，我们再把这一组猫式加顶峰再做一遍，好吗？做好准备啊！刚才牛面，我们的起点前面一组在哪里呢？前面一组在这里，在牛面上，这是这一组，对不对？好，我们从这一组再来重复一遍猫王式加顶峰式啊！刚才把那个我的臀部向上翘那部分就叫顶峰哈，来准备怎么转换。手撑住，把你的腿转过来，两手肩宽的距离，
好，左脚尖点地，右腿向后蹬直。注意你的头部和颈根呢，尽量向前看啊，因为待会儿我们要拍视频的时候，你的头向下是不好看的啊。那我们注意一下，我们也要注意到动作的伸展，同时也要注意到画面感。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呢，既没有啊，我们既没有就是学很多新东西，又能够把动作稍微的连串的修正一下哈。来准备，来提臀，把你的腿抬起来，先伸直，大腿要绷直。好，准备好了之后呢，将两肘呢放在地上，保持肩宽。臀部这个要点是臀部要夹紧，大腿一定要夹紧，你不能够肌肉不能松弛啊，松弛的话就会掉下来腿啊。好，那头顶心着地，同时将你的臀部大腿向上提到你最高点极致。好，吸气，抬头，下身不动，上身抬起来。好，迅速收回，迅速收回，保持一下猫式，这个就是猫式啊，猫就像趴在这儿一样。好，猫的动作呢是要领是把你的腰沉下去，翘臀，稍微的把颈根向上抬。接下去做顶峰，来，脚尖顶住，用力的蹬直双腿，用力的蹬直双腿，收小腹，然后压肩压胸压背，压下去，呼气，跪立下来，双手保持肩宽距离的同时，来，小腿肚跟你的颈根同时上提，准备好，起。好，我们转下一组了啊，最后一组了，很快的啊，我们稍微的向后坐一点，金刚坐。接着中间是没有，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音乐流动型的，所以中间不会像我们平时练习那样给你喘那么多啊，停来停去，休息来休息，没有那么多哈。那马上过来以后就过渡，吸气，单腿起，弓90度的弓字形，看90度的弓字形，对吧？哎，对了，好，来把双手打开，站式式，这个平时我们是站立坐着的，那么现在单腿跪，是减轻了我们的难度。单腿跪立式，手臂伸直，好吧，来吸一次气。我们现在转什么呢？就是把我结尾的那个第七组的单边跪立式呢，撑弯腰呢，就把它改在这里了。来吸气，向上弯，你可以用这个手呢去碰到脚后跟。嗯，好，来打开，头转向正面之后，来，两个腿用力蹬起，伸直，张开，对，双脚掌向外45度啊，45度伸直之后，来，先把你的手向外打开之后呢，呼气向下。向下走一次，对，交叉一遍，对，向上抬起，在上方，对，向上方，再滑下来，就是一个大的像捞鱼一样的，哎，捞鱼，这样捞上来，好吧，这个动作记住啊。我们再来一遍，刚才是分解啊，这个过程我们记住了吗？单腿，再来复习一次，单腿跪七，前面这个脚呢，大家看一下这个脚啊，尽量不要太前，这样不好看了，是90度的样子啊。双手单边的打开，好，向上，
对，后面的手可以尝试着去碰你的脚后跟，如果碰不着也没有关系，就保持这个样就好了，好吧？向上，好，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呢，我们的颈跟颈部向上拉啊，颈部向上拉，对，注意颈部向上拉，好，准备好了啊，好，来，手臂下来，双手回原位。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在下起来的时候，这两个腿要同时发力，双腿同时发力，站立，打开人字形，双脚向外45度，双肩向下带动双臂，向下走一次，脚叉再向上走，打开，捞一遍。对，好，再打开，收回，把重心打开之后站起来，重心移到左腿上，重心移到左腿上，目的是让一个腿，这个腿要卷起来，试一下哦。对，好，我们来，很多的小伙伴没有做到哈。首先是打开的时候啊，注意这个位置，你的头三角肌一定要用力啊，否则你的，要不然你整个上身特别辛苦啊。我们再来，打开，好，刚才不是这样吗？捞完了以后是吧？大家觉得有点辛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双腿向回收，收回来。这个时候度数小了以后，你把你的这人的重心，哎，倒向一边一点。重心从中间侧过来，就到这个腿上了，好吧？看清楚了啊，双腿从这里到这里单边了。嗯，看到啦？好，准备好单腿了吧？单腿之后，来，抬起来，这个左手上去，右手勾住脚腕，这个手伸上去。好，我们再做一次啊，单边。如果你的腿起不来，你就点住。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你是新来的小伙伴，你的腿力度不够，你就点住，不用离开。哦，那么，就是能力强一点的，就不叫悬空；能力弱一点的点住。啊，我们不用那么讲究，那么完美哈。来，点住。抬起来，这是一个动作哈。来，左手上去，右手勾住脚腕，好，托住，做好准备，下来，打开，胸前合十，半蹲。好啦，好，我们做完了。那么刚才呢，就把这几组来，总共是大概5组的动作，从头至尾的动作顺序，大家回忆一遍。很简单吧？我没有想让给大家很复杂。但是如果你真正的用力的去做下来，其实是马上会出汗啊，因为平时我们做的特别慢，今天呢，能够就是串起来。好，现在我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提一下问。我刚才这个5组大家都搞清楚了没有？请大家，给你们1分钟时间说下话。我要知道你们现在刚才都学会没有？待会因为我们还有要配的音乐来练。Nancy 老师，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左右，因为我希望就是我们跟您是一样的，您就跟镜子似的，我们跟您做一样的，还是说我们跟你做应该是相反的？你们都应该，我说左就是你们的左，就是实际上你们是跟我是反的。对呀，但是我们希望，那如果是那样，如果我们是那希样望的跟您话，是一致的。那你们就这样吧，对统呀，一我一们下，你们最不管后你，
你们不用管我说的是左右，你们看我在你的哪边，你就坐哪边呗。啊，对，这样好，对，这样好一些，这样就好了吧？你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就简单了。你看到镜头里左这边，你就这边；看到镜子里就那边，这样就简单了。对吧，你的视觉因为你们跟我是镜像的，就是反镜子里的那个，所以你就不用不用管我讲左右，就是你看到的我这边你就这边，那边就那边就好了。对对，谢谢谢谢，这样就简单了。我们是对对对，这样好。对，我们力求的是大家能得益，不是要按我的要求，我只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做好吧。好，刚才这几组大家概念上有印象了吗？有，有印象了哈，那我们试一下哈，我们现在准备放音乐，那我连起来做，对，连起来做哈。但是在连起来做之前，你的脑子里要有这五组的动作，再讲一遍哈。颈部第一组，肩颈组合；第二组，伸腿，挺直，后弯，抬腿；第二组，第三组。半鱼，就是刚刚讲那个挺腿抱胸，那个是第三组啊，第二组和第三组是一起的。第三组就很简单，牛面，就是牛面，这就是牛面，对吧？第四就是猫式加顶峰。第五组就是站立就行了，其实就是五组，好吧？有没有印象啦？好，试试。好，试试啊。好的，那我现在开始准备了哦。我来把音乐连起来，是大家试一下啊，别着急，我把音乐连起来。你要跟我们喊口号才行。啊？跟我们喊一下，一二三，然后就。哦，好的，没有，知道，我知道，音乐是很好的啊，别着急啊，我现在把音乐连起来，我把蓝牙连起来。好 ，OK， 等一下啊。嗯，试一下啊，别着急。OK， 等一下啊。嗯，试一下蓝牙。嗯，看看能不能放出来啊。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好，坐下来啊。没有啊，哪有声音？没有声音吗？再来试一次啊，我用的是蓝牙耳机。再来一遍，等一下。有吗？有啊，有啊。小。还小了是吧？我把它放大一点啊。很小。现在还不带吗？现在呢？听得见，听得见，只能听见一点点。可以可以。哎，这会儿行了。现在可以吗？嗯，好。哦，再来一下啊！等我一下，我试一下啊。再来一遍啊，因为这个。等一下，我把这个声音再关开大一点，你听一下这音响在这里。你们告诉我这声音可以不啊？可以吗？可以可以，能听见。好，好，坐下来了啊。现在重来，再来一遍。等一下，我要从头开始啊。你们先坐好。等一下，我从头再来啊！一开始是坐好，你用你自己的姿势坐好。这段音乐我会解释的，我们第一步走一遍音乐的话，我会解释的啊。好了吗？大家坐好了吗？手型坐好啊。嗯，准备好，等一下，我要拿个东西放在这儿，否则我看不见。
哎呀，好，哎 ，OK， 好了啊，开始了。这个时候是不动的，这个地方是不动的，这段钢琴是不动的。这是闭上眼睛。好，开始。向上伸。下来一次。再往下上。慢慢的向上起，在你头顶汇合。不用动啊，头向后仰，慢慢抬起头，低下头。好，准备向左弯，哎，听得到吗？很小，一点点，一点点。为什么呢？我已经用蓝牙了耶。我再试一下。不行，我再换一个啊！你等我一下，你们还得等我一下，再换一个看看，换一个手机，换一个音响。我已经开到最大了呀，为什么还不行？为什么还不行呢？哎呀，真是气死我了！我用了最大的声音了。其实呢，老师听得见听不见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只要是我们按照您的动作去做就可以，只要您听见就可以。但是您知道吗？这个音乐很重要，很重要，因为音乐，一定要有音乐，没音乐你就不知道。对，它有节奏的音乐有。对对对对对，好，再来，我把这个音响应该放到这里，我现在忘了，应该放到我这边，不应该放到那边。等一下啊，我再试一次啊，你们别着急，再给我一个机会。这个因为这个音，你们听到音乐美不美啊？很漂亮，我都跳过舞的，用这个音乐。哦，你们跳过舞的，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非常熟练的一个音乐就好了，对吧？试一下啊，试一下。你那个手机的音响要放最大，然后那个 Bluetooth 一样要放最大，两个一。对对对，我知道，我现在试一下啊，那我再试一次，看一下这两个都是最大才行，对吧？明白的，好。好，我看一下这个行不行。Nancy 老师，音乐离你的话筒越近越好。哎，哦，明白了，对的，对，离我的话筒越近越好。哎，这里有声音吗？没有连上，对吧？嗯？为什么没有连上？这个蓝牙没有，等一下 ，Bluetooth 没有连上。这个我的。我用这个没有连上，等我一分钟。那个手机好像不行，我再等一次啊。Bluetooth 要连离我的话筒近一点，对吧？好的，等我一下，大家回忆一下刚才你们的动作顺序啊。我再试一次蓝牙，一开启。OK， 是这个。好的 ，OK 了，现在应该可以了。这个我就可以了，你们听一下，这个应该是不是可以了啊？嗯，是这里。好，现在应该可以了，我估计啊。怎么样？现在声音大吗？没听着。老师，还没有开始，你自己不用用话筒，你把自己把那个耳机取掉，你就普通的说话，大家都听得见。OK。现在呢？现在呢？现在听到音乐没有？可以。现在可以了吧？不要带话筒，你不要带话筒，你就普通说话，我们都听得清楚。啊，可以了，可以了。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
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当海夜已平静雨落，执子手牵在苍茫的烟花，我只看我已经太难过，我送时间的绳索，他一动却怕你过不去，更怕你永远都留在这里，每一水都像雨流淌去，落日去天空，海浪无声，像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边的风风轻落，执子手牵在苍茫的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流过，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过去，看你过去，原来真爱就属于天际，每一步泪水都像雨流淌去，都流回最初的心动。非常好，听到没有？挺好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呀，好听吗？好看吗？好听，好听，好听，好看。好，编得很好。那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平时都是我们做过，就刚才第三组那个猫和那个顶峰没做过，其他都是我们经常做，所以大家应该很容易做啊。那么刚才音乐也听得很清楚，对吧？对。刚才我们听得见音乐，但是没听见老师说话。我不行，那我刚刚把话筒放在那个音响旁边。老师不用说话了，就看你做，就跟着你做就完了。对，对，那我再来试一次吧，大概有个印象了吧？对，像再练个两三遍就可以录像了。呀，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时候那个。那我这样吧，我这次对着话筒说一次，看看你们看看行不行啊？看看这个音乐能不能听到啊？我再试一次。我再试一次啊，别着急啊，我们再来多练两遍就好了啦。我看一下这次呢，我不把话筒摘下来，看大家能不能够可以吧？好吧，好吧，试一下啊，再来一遍，别着急。但是基本上有个印象了啊，因为我前面已经分解过了。现在群里现在有多少人在线呢？不知道。金刚老师有多少人？57个人，58个人，好，行，也够了，差不多了啊。今天大家都穿好衣服啊，我们练到最后十分钟就录像啊，因为总共才两遍，没关系，大家最后录像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视频打开，好吧？我们再练还有时间，还可以练个两遍哈，因为录的话很简单，好吧？好，准备，我们再练十分钟就差不多了啊。哎，开始了啊。前面坐好，记住啊，前面过门是那个钢琴曲，钢琴曲的地方是不要动的，钢琴曲的地方不要动啊。
听得到音乐吗？听不到。听不到。现在呢？有了。嗯。我这边是戴耳麦的，试一下。准备开始抬手了啊！向上，两手合并，仰头，吸气抬头，向下低头，回来，向左，起来，向右。起来，打开肩宽的距离，慢慢的向后打开，滑落下来，交叉，倒吸一次，再打开，右手向上伸展，伸腿。来自一点，仰头，挺胸，抬腿，放下来，起来，抱膝，单腿跪，打开。半交叉，好，向下两次，一次低头起肩，再来一遍，低头再起肩，右手上，后面抱，两手相牵。起来，伸直，打开，好，半蹲，伸腿，保持肩宽，提腿，双手撑住顶头，下来，抬头，好。并拢，蹬腿，蹬直，压肩，半蹲下来，大臀，猫式，好，打开，对，展开，站直，向下，向上走，单腿。收回来，包住腿，打开，好，这边听得到音乐吗？听不到，音乐太小。对，好，那我还是把耳机放下来。教比较整齐啊，因为听得到老师说话就比较整齐。各有各的好处。那没有，就听到老师说话就没有音乐，就没有节奏了。对，那还是听音乐吧。这样子啊，就提呀。这样子，老师你不要用 Bluetooth， 你就直接说话。哦，我明白，我把这个 Bluetooth 说话听不到。刚才老师那个不带这个，你把它拔掉，去掉 Bluetooth， 把我的耳麦去掉，对吧？对对对对，跟我一样。啊，明白了。等一下啊。等我一下啊，但是没有耳麦的声音其实没有变啊。这样吧，我再带你们一次，没有声音的，不要我讲。很好，刚才那个也挺好的。哪一遍好？是就是后面嘛，就刚刚做完的那个动作嘛，比较整齐嘛。但是我还是
乐，听不到音乐。哎，升上去就升上去。我试一下，把这个，我把这个蓝牙去一下，试一下，你们看一下啊。对，我觉得音乐老师的话都能听见，没有耳麦。好，再来一次，你看一下现在怎么样？现在音乐听得到吗？很好，现在就是有很好的声音。对，是的，老师的话已经听见，老师的话对，现在就有音乐了。哎，现在可以吗？好，现在音乐很好，两个都可以听见，音乐跟你说话都可以听见。现在音乐很好。等一下啊，老师也能听得见，话也能听见。好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啊。我把这个耳麦去掉了，你们就效果就好了。好，准备啊。好。准备好。钢琴的地方不要动，开始，上一次是感觉到了啊，再上上向上走，在头顶会啊。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宁静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你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窗，已经开了花。我松开时间的绳索，你怕你远去，怕你。我不去更怕你永远紧握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像你我同去，我热情天空的海角。下一次说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冷清的缝隙里淹没，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清风起舞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时候，已经快流过，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远去，看你。我去，原来你生来就是一片天，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都有你记住的笑。好，有没有印象啊？好，非常好。累不累啊？很累了。出汗了没有？还好，有一点。但是还好，很开心啊。挺好，挺好。还行。
心情舒畅，很棒吧？我们再练，我们再练两遍就可以录了吧？哦，好累呀！还练几遍，你们就可以录了。一遍，好，再练一遍哈。金刚老师在吗？在的。啊，你看，你给我们点建议啊！你看我们弹的跳的怎么样啊？跳的好。稍等一下哈。哎，稍等一下，因为我这个啊，我去叫我儿子来给我。来，你们还要上厕所的上厕所啊，调整一下，歇口气啊，再练一遍，然后再，就要录了啊，大家去换衣服的换衣服。请那个金刚老师给我们看看我们的人是不是在我们的摄影的中间，因为自己看不见自己，自己看到自己的屏幕太小。对，请他给我们看一看每个人是不是都在那个屏幕的中间，这样。还有一点啊。我再给大家提个建议，你们待会儿录完了以后要到我群里面去把你们报名的名单发上来，我都没有你们的名单，所以你们要到群里把名单，我待会儿下完课，今天晚上一定是，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组委会已经是快要已经是关门了，我们是最后一个节目。好，对，好吧。 Nancy 老师，嘿，那个我有一个小建议，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您呢，就是尽量的，就是好多动作吧，就尽量争取每个有些动作就是往这个镜头看，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往镜头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动作。您明白吗？好，我明白，我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偷偷的去看您。好。啊，就是听不见老师说话，所以就要看一下，因为要跟大家一样嘛，一致嘛。对对，这样，您要是只要看镜头，我们也看镜头，就像大伙儿动作一致，实际上我们是偷偷看您的动作。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每个镜头其实我都应该看，对吧？对对对，争取尽量的看镜头，这样我们就争取尽量的看您，这样我们动作一致了。不是关键。老师说话，老师说起来，或者手伸出来，或者干什么？但是就是这个大鱼的地方，这个大鱼的地方，因为我一仰脑袋，我就看不到您了。就这个腿什么时候抬起来？有时候，对呀、啊，就不知道了，就好，就这点动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抬腿，什么时候放腿，其他地方我都能看到您。是的，是的，那个地方连我自己都看不到。我跟你们说，我都是在看我自己的录像，我自己拍好了以后自己再看，不是你们在看。我也怕我忘，所以我这个是昨天这几天，你不知道这个我录制花了很多时间，这一遍又一遍，两遍三遍四遍。老师辛苦。Nancy 老师。哎 ，Nancy 老师。哎，大家说。你的衣服很低。那衣服拉高一点。好的，好的，谢谢。好，准备好了吗？现在可以了吗？嗯，可以了。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啊，亲爱的们啊，这边就当是预演了啊，大家啊，大家准备预演，我已经好出好大的汗了。可以录两遍，然后选一遍好一点的。这边还是彩排，然后呢，再录两遍。好吧，好的，记住啊，你们今天全部做完以后，一到群里报到啊，否则你们没名字就不好了啊。看一下我这个，我现在看不到我这个镜头，我是不是要站远一点啊？大家看一下，我是不是要离远一点？这样？不用了，您的可以，您的可以，站在前面一点都可以。您的都可以，我感觉。好的，可以了啊。准备好了，好，准备开始了啊，同志们，小伙伴们啊，带上你们的感情，想想这个大鱼的故事就很动人，美美的啊，微笑，微笑，微笑，你的脑子里还有想象着你的梦中情人啊，想着啊，梦已经破裂，好，来先坐好，坐好。
亮相的动作很重要。大家可以把你们的衣服稍微整一下啊，我因为坐了太久了，我的衣服都变形了。好，哎呀，我的一身的大汗了都，对了，没出汗。啊，你们没出汗，我的天哪！有一些，有一些，太冷了。好，准备啊！太冷了，开始了啊！哎呦妈呀，我的天哪！手伸直，挺胸抬头，松腹，好，打开，再下来，起，慢慢的伸上去，再回头。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你看海边找一块没有后面背景的，哪怕是一堵墙，哪一个白门都好一点。我不知道有一个是谁啊，他后面的那个镜头后面是太多东西了，感觉你们找没有办法调整一下啊。啊，是我们南非燕姐姐。好，
我的也全是乱七八糟东西，我没办法，只有这一个地方。好吧好吧 ，No problem。你们下次开节目记得后面哪怕对着门都行，白色的就好了，一堵墙。对，比较清楚。好，那我们现在请金刚老师还有大家的状态准备好了没有啊？因为练了好几遍了，我们可以录像了啊。录像的话，是不是要把原来的那录像停掉啊？重新录？对，跟那天录钢琴的一样。嗯，好的，那我就把现在这个录像停掉了。